者王盈君台北报道，名模瑞莎再度为卡德亚顶级珠宝展晚宴走秀，这是她第九年为卡德亚走主秀。透露明天的晚宴，老公也会参加，会来看她走秀。这也是老公 Mike 第一次现场看她走秀，让她超级兴奋。瑞莎表示，老公 Mike 老是听她说卡德亚珠宝展晚宴的种种，今年忍不住问，究竟要买多少珠宝才可以进去看。而卡德亚听瑞莎转述后，大方邀请她老公前来参加晚宴，所以明天的晚宴上老公会带妈妈一起前来第一次看瑞莎走秀。但 Mike 本来就是卡德亚的客人，瑞莎的求婚钻戒、婚戒与女儿满周岁时的单钻耳环都够自卡德亚。看完珠宝秀后，瑞莎的珠宝盒说不定又要增加一些珠宝了呢。卡德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瑞莎记者王文林社。卡德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瑞莎记者王文林社。卡德亚顶级珠宝展晚宴，瑞莎记者王文林社。